这个好像是互怼图啊，好像还有点看你。都是那个雷达。哇，这已经自动，这太看脸了，这怎么怼呀？有点恐怖啊。这怼道具吧。能不能你都打上去啊？这是，这还能死？走边上，乖乖，走边上，边上也不好走，但是还能走。这能不能上去都是个问题。大哥，给面子啊！怼我！我这是我在哪？我在哪？我是谁？打，快走！哇，炸了！哎呀，大哥，别！我真的一路在滚。边上是真的无敌，这边上。一个球。啊！点脸上我。啊！没用，他会把你掀翻的，他有那个道具。没有，我这个小，我这个车小，真的小，我这个车，我过来了，再见。你有多小？再见。啊！摩托车就快点跑了，这。这图是拿来虐我们的吧？玩家没有游戏体验呀、啊！也嘿，不知道起飞了。啥？我游戏？啥叫游戏体验？下去不好玩了。左边无敌。上，玩球吧，走。这旁边 一路畅通，看见没？不畅通，有人啊。哎呦，能不能翻过来？我也想走了没？能不能翻过来了？啊，我不想飞啊！被风扇打出去了，我不是的。哎呦，还有卡车？你以为啊？太难了，过不去了。先过了这一波。卡车一步一步往上送。这卡车就真的难受了。哎呦，上哥，这是怎么玩啊？完了，我感觉他把我送上去。别的都走不了，太大了。就是就让风那个雷达打你呗，看你咋办。对呀、啊，看完全就全都在滚，真正意义上自己控制的时候很少。这是一个。哎，过来了。有点难啊！我无赖，你在干嘛呢？无赖。我这明显就是撞了，靠着雷达打上去的。好、啊，这车比没改装过，对的。好，飞一波。哇，帅气这波！大哥，我刹车已经踩死了，你为什么还在往前飘？走啊，李哥快！我要走得动呀，我这车倒着。让我先走。你觉得可能？让你先走。我走了，拜拜。冲！别怂啊！这就卡复活了呀！死的多了就卡复活了，很正常。快给我打上去，我吃点了，快给我打上去，对，再来一下，对，李哥死，没有，怼李哥，把他怼下来，我，哎，死了，李哥也死了，炸了，点点上，哎呦，这点炸了，下来的应该都是摩托，哎，这风车。你啊，快点走，快滚！我走得动，快！啊呀，哎呀 ，F 一，我去！雷达是可以打我们的，但是这个打的时候姿势一定要对，千万不能被夹里面，要不然给我一巴掌，来给我一巴掌，快点，给我一巴掌。来，达哥，我在线求怼，手臂走啊，求怼，快给我一巴掌，快给我一巴掌，给你一巴掌，直接把你打死，李哥死，李哥，不可能，幺九九，你我咋出去了呢？我真的是，对，我也控制拦截了，这在地幺九九，你复活吗？哎呦，不要嘛，兄弟往上，兄弟快冲，我这风扇会打我，你这下不去的。哎呦啊，就是被我感觉这个图啊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应该很像，应该是一个作者、就是、一样的呀，应该就是一个作者。哇，就是内容有点不一样。
打我，打我，打！来来来，使劲！使劲使劲，大哥，使劲！哎，可以，一点一点的啊，咱求稳，咱不求快。轻轻的打，轻轻的打。对，也别打那么狠。哎呀，这根本就痛太弱了。再见了呗，我走了。哎，过了过了过了，nice。过了。哎哎，鸭子走。我今天就从这。过了过了过了，打回来了就算了。打我打我，善哥打我。给他一巴掌。来，给我来一下。这真的难受，根本就。不打根本就打上去啊，一点点打，不打根本就上不去，动力没有。哇，打出去了！好好，可以可以，好好好，续上了。人家打出去是那个打的吧？对，风扇被风扇打了一下，他不打了。哎，这谁啊？28。可以可以，有希望。感觉我也是一个。哎呦，我的小车，你别说，挺别致。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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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nice。阿萨今天晚上有点消沉啊。为什么要玩这个？太折磨了，这个。哇，太乱了，哇，这一堆，哇。我车现在啥都没了。哎呦 ，F 一波过来了，可以。你别别 ，F 一我要下去，我不想上。管他呢，先吃一个点再说，吃一个点爽一个点。哎呀，死了！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看脸图能完赛，我感觉都够呛。越车真的看脸。哈哈，幺幺幺，别怪我啊，没办法，控制不住。在这里面，你知道吧，身不由己。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台上就被风扇打了，复活吧。容易被那个风扇打出去。来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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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使劲打 ，nice， 使劲，哎，可以，继续打 ，nice， 快过来，你哥掉你哥，这真的看脸。哎呦呦呦！哇哇，一路滚着走。阿傻怎么天津盖滑行啊？感觉。不管了，不管了，我就闭着眼就行了。我眼下。你这根本就控不了。哥们，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就在干嘛。哎呀，复活不香吗？哇，一地的零件，一地的零件。快让我，快让我过去啊！哎呦，你们 F 一 P 走呀 ，F 一。被打下来了。对，被打下来了。F 一 P 走啊，你必须要 P 走。来来来，善哥再打一下，先给我续上。哎，可以可以。阿傻还在那滚呢，阿傻。阿傻是不是忘记开麦了，阿傻？肯定没忘记开麦。今天晚上估计是自闭了，感觉没开麦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哎，这真的是……哎呦，怎么又回来了？哎，我上来了，奇迹啊！哎呀，脸好啊！这谁呀、啊？都炸了再点的。别别别，被我打出去！我呀！哎呀，这姿势咋整？我的天！快给我送上去！好，乐美干得好。不是，他就平常在地上把那个脚底下你就炸了，他还没。李哥，我跟你讲为什么会炸，因为他破甲了。他那么硬，我的碰还没碰着呢就炸了。的车都很脆的，血量。哎呦，刚才滚了半天，好不容易滚到中间了，上不去，还必须得用雷塔打，上不去。多整点小车吧，这车太大了，没动力的。他雪地的很滑、啊，自己改的。刚才
打我打我打我，哥哥哥打我。这不会中，我反正准备老射圆。快快快快快，来给我一打我打我打我！哎呦，可以可以，这波跳跃的很远，就保持这个样的节奏，很棒。哎、对对，过了过了过了，终于过了。打！我手柄，我已经，我的手柄已经没在我手柄上了。哎，可以可以，成功接上。怎么办？这摩托车没人权。摩托车没人权，没办法，他们也控制不了。都没人权，谁也别说谁啊！一切看点，交给命运来安排。没办法，谁都控制不住。没办法，谁都控制不住。不是，是他们那个零件，你知道吧？零件都没人控制。零件也没办法。零件给我搞一个。哇，可以，很帅气，兄弟。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怎么可能可以？哎，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哎呀，这弹出去，我先给你怼下去，李哥。摩托车还是比较好过的，因为小小还是有点好处。过不了一弹。你敢信他给我打出去了？点脸上给我打出去了，我很惨啊！把你这个麦一推就炸了。哎，这谁啊？199，这啥这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几位。上！上！给我上！上！这不对。全程都在滚。我感觉我们玩这种时候就纯粹的在虐自己。看脸，哎呀，那完全都不是我在玩这个游戏。对呀、啊，我们只要负责开意境，其他的就交不用交给我们了，真的，我们就管不着了。雷达大哥在玩我。AI 自动帮你完成游戏。哎，把眼一闭就完事了。你们在外面那个板偷不就行了吗 ？F1 你去冲那个外面那个板，可以直接可以偷的，直接转一圈，这一下打爆了。必走，去外面那个必走那里啊！我一路就冲下来。哎呦呦！哎呦呦！完了，又开始滚了，滚吧，滚吧，滚吧，滚滚滚！只要你开心。我不开心了，兄弟。没有，那没怎么超过我了。我尸体上去了。尸体。F 一被打了一下，卡在板里面去。哎，这谁呀、啊？这 F 一？这比怼怼乐还难受。怼怼乐还能控，这完全控不了。这完全随缘的，看脸。轻点打我，轻点。哎呦喂，轻一点，哎哎哎哎，又下不去了。这图是不是得玩个一个小时啊？我感觉。21个点啊！现在才玩几个点啊？你看，我才4个点。黑亮，你看我帮你一波，快不快？2.7。不快。你看你多快。我不快，我不快。不用谢我。这好不容易逼走过来，这杨子的一下把我弄下来了。哎呦，风扇大哥，你别打我，你这玩意下手有点狠。干嘛停在旁边？啊！又出去了，哇！这有点难顶啊，告诉你。啊！199，怎么又是你？我想体验一下公交车的快乐。上去了，漂亮！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nice！ 旋转，旋转，左转跳跃。那没怎么还在这里、啊、我又回来了怎么老是你哎呀能打这么哎呦杨志杰哎呦你滚下来了又来这里啊哈打出去了哎呦哎呦更难受这里滑不起来我要冲你滑了你这管道有些管道怎么F1 还是得滑着你走着我都不香吗杨子都上去了被车打下来你经常被打下来外面能
等，哎呦哎呦，大哥大哥，给后面，哎呦，外面黑走，阿迪，可以直板翻车，可以，阿迪还吸不住，很难吸的，不好走，哎呀，难度更高。你连我这些平板翻都不会的还直板？别呀、啊，你风扇哥，哎呦，你要补刀呢怎么？原地蹦跶呀，这个。哎，是吧？我摩托车都吃不到点呢，我的摩托车。坦克，坦克都贴边，很好，很好弄啊，摩托车贴边。过不去啊！哎呦，这。都已经转的我要吐了，来吧，自己动，自己动，来自己动。这个公交车已经变了，是坦克也躲不过被那啥的，像都在那炮筒呢。哎呦，完了。觉得吧，就只要把它一停，然后就拿手过了。哎，公交车居然过了。什么公交车大打不死了，打了死，打死，打死！哎，老板你干嘛？我，你说我干嘛？我吃点。让啊，我下不去了。刚才说了。啊，坦克来。耶，那美在这儿啊，那美。哎呀。哇，这我老是被上面那个风扇打，所以老是没。哦，这要加。好，这波有希望了，大哥，加油！我上来了。这图玩的真的难受，这也是随缘啊。感觉坦克也是随缘，哇，死了，坦克都炸了。好，可以，就是让你来个顺攻。哎呀，六百，这咱俩都能撞到，太有缘了，兄弟。那为啥？不是，杨大哥死了，怎么我路过的给我捎带死了？必走啊！视角真的恶心。杨哥说别来有缘人哥，别来有缘。这个坦克是谁？哇！我路过，我路过，我真的路过。我在这里打半天了，他在原地不动。这个公交车，原地在这里跟着这个风扇一直转。打个下来了，好。死了。我玩球吧，跑打给我打死了还行，必须得再慢慢往上走，但是很慢。别弹了，别弹了，这公交车是谁呀？蹦那么高？我呀。哎，过来了，复活一下，节省时间。哎，离我远点，你这个混蛋！走，你给我走！我上啊，三弟，上不去就上，上不去了。你给我走啊！别！哇，我不动，我不动了，我怕离你远点，我真的怕你。别离我远，离我近一点好不好？我要爆了！哎，怎么往回走？啪！烦死了！别，这个三哥别打我，你一打我就没。哇，坦克终于过来了！直接打飞了！别，我不想出去啊，我只想平稳的往上走。哎，每次真的，到时间了就被打了。哎呦，还是爱国者好。那美人被你压死了！别喊我，说的好像我能控制住自己似的。我都看不见你在哪儿，你复活呀！你这没用的。贯车还行啊，
哎呦，我这个左边还能走。对啊，好，我不管了，双手离开键盘。会卡住，空降升级啊。五分钟了，我还没过这个 F 级。哎，打飞出去了。不一定你闭着会走吗？我被打下来了，被东站打下来了。哎，可以，这谁帮我续的？我只要稳重的话，我这波应该就稳了。别，完了。不是啊，起波了呀，一直在飞。别！真的是服了，刚才开了一个破鸟毒，一个破塞底，我套了一个猴子，来了就撞，我都给你让了，你还撞我。这他咋这怎么有点说的我都不知道。对呀，他咋你刚睡醒吗？刚才开的那张图你大爷的，我你没看我都直接掏了，我都快气死了，都我都到点上了，我都给你让了，让你过去了，你奔着我就来了，给我撞下去。打住打住，咱说这张图。阿傻你跑题了，我套你了，你个神。说白了还是菜，每次起来就打。哎，我姑娘都过了啊！不是，这回干啥呀？哎呦，怼不动你！就开进去以后，那跟风站你都打能不能过去？就听天由命了都。对呀，这多好玩啊！好玩啥呀？都给我整的无语了都。你就说你玩哪张图，你有语过就？你哪张图有技术的也行啊，这纯属你有技术啊啥？那最起码比这强啊！这运气不意味谁都像你一样啊。你说你没技术，你不再拼点运气，你还拼啥阿傻？啥？这谁偷一吸？我的天！搞死你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干？你们在用寿命玩游戏，真的。玩阿傻30年的寿命，放我这一波过去。阿傻，你还是别说话了。看着看着我就上来了，我这坦克。好吗？阿傻的10年寿命不行，20年。哎，我差点没了，点点上。哇、哎上了 nice, 那没谢谢、啊、你这个30年寿命是真的有用。阿傻你10年寿命没？我从旁边飞着就飞过来了。上啊，现在我也有坦克，应该整个导弹车没事压爆你们啊。恐怕有恐怕了，我换着现在我是坦克了，就视角整点上。如果就这期视频估计能把观众看吐，我也看吐了。我们反正我都有点玩吐了。观众都是闭着眼睛看的，没事，他们就投币就行了，投币点赞，其他不用管，闭着眼。标题是投币就行，不建议观看。你是不是啊膨胀了，李哥？你不尊重观众啊！我哦呦，这视角。投币就行，我这是在保护他，你要知道。呀，我跟坦克走在一起。还是公交车呢，李哥。对。快滚上去了，有希望啊！来，善哥给李哥个惊喜，给他怼爆他。没有，他给我一棒子打上来了。打出来了，哎呀！我都已经反往哪儿走了？完了 ，R7 已经惨死了。我也是看，就是那四川的。别，这样来很容易死的，大哥。哇，随着炮筒子又飞了。零件呀，我的天 ！OK， 双手离开键盘，倒杯水。坦克都给我打歪了，牛批！哎呀，要不要去上厕所去了？随便杀的。哎，怎么飞怎么飞？哎，怎么搞怎么搞？回去，先回去。四哥，拜拜。这坦克都能炸，我真的服了哟。倒杯水，点根烟。我瞌睡都来了，我先去睡个觉。我去睡个觉。哎呀，又倒！哎呦！哥，点上啊！我不想回去。回来吧，那呗。这几个意思？你要知道，常回家看看。你这板里面几个意思？完了，我居然被打到板里面融为一体。不我了还能怎么样，我就磕着瓜子看手机的，又被打下来了。腾讯你的麦李哥
怎么回事？这几波下去都遇到鱼。所以说佛系点吧，玩啥？哎，我上来了，别碰我，都别碰我啊！都别碰我。又被坦克怼炸了。哎呦，怼被坦克怼了一下。这张图可以叫做全自动的滚滚乐。你自己炸。不容易啊，终于。然后你看杨子哲，也是这样。阿傻，你哥呀！杨九九复活吧，直接必走，有希望的。你这没希望的，那样还快。好，你蹭了一个。我。我怎么就爆了呢？乐美这车没改过。改了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啊！20分钟了，我还在 F 一啊！你 F 一必走啊！哟，那没事啊！哎呀，我刚来，打下来被公交车打下来的，三天有点惨，还是坦克呢。那上不去啊！随缘啊！好几次。哎呀，控制！哎呀，阿傻更惨，还是公交车的。对，我这还有一个更惨的兄弟，还是音乐说的。游戏。大哥，你这是干啥呢？我有这个车不能碰，不能碰那个车，那个车碰不得，碰不得，碰不得。阿傻要炸了，阿傻要。不是三天我套你个头，但你还开炮了。我控制不了，他压大了咋办？我有控制。我套你个头，你都不是人，我跟你说三天。坦克碰不得，一碰就炸，跟他们一碰碰。阿傻说说三天开炮，我都惊了。三天能开炮？那他得开挂呀。没有把他压了，没了。蛮好玩的。好玩个鸡儿，好！你是完赛的好玩，你要不完赛，你是不是？你又该自闭了。你说这通跑啊？你的寿命不多了，剩下的时间都献给你哥了。哎呦，这都能牺牲了，我先加上了。滚！老子献祭的是你。再献祭十年，好吗？让我过。我献祭你30年，这波必过。怎么又是你？你杨哲哲啊？没完没了。哎呦呦，还真有用！哎呦，再给30年寿命，给我顶！顶，那这张图是佛系吧？顶，真正上的是顶。哎哎哎，30年，哎，你看一说30年，那立马又进去了。上，重新走啊！我感觉我有希望。我上了坦克你就炸，没坦克。看见没？看见没？有希望的，第六感告诉我，兄弟你别上了。别吵吵吵吵啥呀？我控制住了我自己吧。搁那吵吵吵吵，吵吵啥呀？这辆车必炸，乐美。说的好像哪辆车不会炸似的，坦克都能炸，这辆车有什么特殊的吗？还？看脸，该死还得死，不该死的还死不了。上，上。我是运气流选手，你他喵！不要炸！运气流选手。就佛系。我他喵！我这嘴巴真的神嘴，神嘴乐美。哎呀！哎呦，这个前后空翻可以啊！水呀！哎，你管他谁呢？你自己来自阿傻的无能怒吼。哇，到了，从上面往下走，大文打的就控制住了。下面往上，那是。我都到点脸上了，被那个杨贼贼一个抽的。阿傻，你看见没？他看见你了啊！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个鸡人儿。证明你有什么地方吸引住他了？他接看就没有抵抗力，看见你。瘦啊！他对你没有抵抗力。真的是瘦。禽兽就禽兽，你还卖萌，还是什么兽兽、啊？这不是自己控制的，这张图跑不跑的完？能跑不跑的完？能开吗？哎，能开！我这俩轱辘好像变形了，哇，灵车，可以。他不是玩方的了，再就不是，他是他
这张破傻屌图成功的把我又恶心到了。这个图真的是随缘。像悟空那个把自己寿命都垫上了，你怎么加油？就限制阿傻，限制你自己。对，兄弟，来，让一个缝隙，我可以挤过去。让我一波过。我也基本上限制阿傻。再进三十。限制阿傻，一限制就过。再进掉。哎，一波过那。再来水泥罐车，让我一窝过。我你妹！阿达，你完逼！再练，我跟你讲，想要一波过，必须先死一波。他要先炸一波，第二波就先献祭，你知道吧？还可以，献祭阿达的寿命。阿达的寿命都刷爆了，信用卡透，没用。透支。啊、来个鸡哥了吧？鸡哥出现，来。鸡哥早就透支了，鸡哥现在都负的。俩一块儿，三十的，我操你个！阿达飞得挺远，阿达。那我也别要我呀，你。李哥，你怎么扁了？李哥，我感觉不圆润了，李哥。哥炸！李哥，真的，你怎么这么不圆润啊，李哥？我怎么不圆润的我？嘎了，你知道吧？啊？炸！有一种皮包骨头的感觉。哎，那就这个水泥罐车可以走。水泥罐车有动力的，可以走了。赶紧再把货。需要来打一下。哎，我还击败了谁呀、啊？都。把摩托车给怼死。我都没看到他在哪儿。我他妈公交车还在这搁那转转转转啥呢？我都搞不懂。赶紧的让我打上去不就完事了吗？阿傻，你现在哎，别，哥，冷静，都到这儿了，打出去吧，把他被打出去。三十过了，那是各三十年，好不好？过来，练习还是不错的。呀，被我压死了。限制的威力有点大了，这个。阿傻，他，我限制你20年，他不让我过，我限制你20年。完了，上哥再给我来一下。哎，可以，非常 nice。哎呦，这个水晶罐它飞的有点吓到我，障碍躲避啊！滚！你老是滚地上！哇，天秀天秀！哎呦，这塞天也炸了！救护车！我看到这李哥的尸体吧！哎呦，人车分离啊，不对，机盖分离！火红的！最后一个点，能在卡复活？那点哪个点不卡？我有陷阱！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那呗。行了，这不是都用完了都。阿达，你菜，你知道吗？人家不收。我的上来好多波了。你的寿命人家都收，一剑就来了。你是不是上厕所没洗手啊？啊，跟我刚才一样，上个厕所洗把手就出力了，让他挂着，然后他就上。实在不行，那个啥吧，你去上个厕所，就撒泡尿，然后消消毒。把他给挂着。阿达这个公交车真惨，全场对家。再见，你看，我马上反超你阿达。除了别吵吵，自己说了。他光打我，他不往前走，我到了还往回倒，你倒啥了？我就搞不明白。还控不了。往上。哎呦，别子。还控不了。OK， 又过了。又过了。没经历过那种假山。脸都黑，限制完了，他们寿命运气都被你拿完了。
杨子泽，你又在这儿开始当毒瘤了。别他娘的当毒瘤，那本来就难，还在这当啥呀？我对呀、啊，再给我打上去来吃。总共三井各是谁呀 ？What the fuck？ 上。没呀。老爹脸上了都都死了。都打过去了。没有，我这个车打得太别致了。我都想睡觉了。乐美完事了。冲！哟吼！这个车厢能不能进呢？哦，不能。完赛喽！你不动了。